因为我那时候还想到你怎么没写，所以就开始没写。
不是注音打的，哎，文静有在录吗？该不会被我挡住了吧？抱歉，我刚才从头到尾都站在他前面，这是王俊凯的吧？这是他有在录哎，我刚刚从头到尾都挡在他前面。对，我也是呀。然后我们了，走。你在意了？因为你要介绍啊，你就在他镜头那边介绍啊。你说他有在录吗？他有开着哎、欸，他都喜欢。他有在录啊。我没有传上去。